觉得可丢人了。阿炳啊，自打出生这是头一回蒙是吗？我就从来没走过这个路线，满月时候都没这蒙。阿炳满脸通红，你看看。你给个评价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特别好。那个我老乡也极力推荐你了，我觉得你特别好。我的春天终于到来了。好，来看一下刚才第三个表情。来，第二个。王成是一个脾气很大的人，平时吧总跟我们喊，一天总跟我们呜呜喳喳的，没啥事就跟我们喊，我们都叫他大嗓门。成功的孩子不是像你说的那样，平时这孩子挺温柔的，挺内向的，见男孩子脸都红。彤彤，希望你牵手成功。第三个短评过后了，我要征求一下亮灯小伙的意见。五号、十号、十一号，三位，来，五号预言。太稀罕了，这就都点我了，我还有啥权利？我灭灯啊！啊啊！